你也说9秒85是你的目标，这个我相信一定不会说是自己估算出来的，这一定是个现实的目标，甚至你认为自己的心力已经抵达9秒85了，只是身体能不能跟上去。我只是说只是认为我现在进步的空间最大，我自己跟教练谈过，可能我们要是完美发挥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个成绩，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只会把它列为一个最终的目标，确实这个真的是已经最终的目标了。但是对于我剩下的这几年的体育生涯来说，我的目标还是依然想打开9秒9连线，因为9秒85只是一个是想追逐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打开9秒9连才是最关键的。你训练的话，其实你现在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说最近一直在这个一强度的这个训练状态去保持你的身体停滞状态，但是来说这是应该是最后一场才没来过，4年之后可能更太遥远。对于今年参加这个亚运会来说的话，我特别是希望能够表现最好，用自己最好的一面来去参加这个亚运会。